今天作业多不多？多，一大堆的。那个大菜是错了吧？这个。嗯。你不改的话。嗯。这个改的，这个算错，我看看错的。这里面有没有错的东西？这里面写。这儿一笔一划的，好好写啊。好好写作业啊，走啦，拜拜。我写完作业告诉你们。嗯，好的，好好写啊。楼啊，先回去接俏俏。嗯，我早上去看朋友。上医院？刚出院。上我爸家这来接俏俏，一直听着这个喊着豆腐豆腐的，给我喊馋了。买点那个豆浆油条，一会儿上店里边吃。不用排队，没事，拿店里头。两袋都要吗？也行。豆浆有了，缺油条，上前边买油条去。要八毛钱一根儿。八毛钱一根儿。哦。走喽。还得去接我姐，然后上店里就可以开饭了。给你油条。你能买油条了？嗯。还有豆浆呢，在你姑娘那儿。豆浆得热一热。豆浆那里面它都没煮完。开饭了。今天我们的早饭，油条、豆浆、豆浆、油条、油条、豆浆。傻呀。哎呦我，八毛钱一根儿，买了11根，8块8毛钱。那至少要10根儿了。对啊，我寻思他说买十赠一呢，结果给我算账了要8块8。没算明白吧？算明白。那还行，8毛钱真便宜。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咱们小时候3毛钱一根，现在8毛钱便宜啊。一般就卖1块是吧？嗯。那这不是一般店了。这一定不一般。